的啦，这一包八块啦，这两包呀，两包了。啊，这咱的葱干面好食无？我这包葱干面你若买着，你就请阿姨过来啊。葱干面我卖过六斤啊啦吼，这斤是我的第一名。这真的，什么拢卖人，就做好食啊。三百五包面，来最后三块你试食好卖一百了。来一百啦。好了，我指挥了，一百人要吃好卖无？我指挥了，来。各人要吃好卖无？一百块。一百哦。葱抓饼最后两包，一百了。你两个要加一个龙尾，加一个起司，加一个火腿，加一个肉骨，凊彩你加。拢有啊吼，都有一包拢有啊啦吼，来，记住咯。来，一个皮包。来，啊，咸猪肉啦。哎，你是要一个咸猪肉，等我，阿姐，炒饼你要一个哦，来。来，各人要一个咸猪肉。你要摸啊，过来，嘉义，你叫阮大哥摸，你也摸一下。来，各人要一个咸猪肉。煎的阿麦炒的拢好吃，阿姐卖五百、四百、三百了。哎，三百。你要摸？大谢谢，阿家穿较少的啊，感谢你啊，大。三百有人要煎的无？我这条搁送你啦，好无？你先给钱，我搁给一条啊，四条你啊。有人要煎的无？三百块。三百。咸猪肉，煎的也好，烘的也好，炒的嘛好吃，三百块尔。拢有啊，有人要买两条百五的无？要吃看卖无？一百五，百五块。来，你帮我收着。啊，存一包你买去，一包真好吃，你买去去。来，阿个你买啥物？我要吃啥个放着呢？还是要吃这首？这首剩一寡恁买袂动的哦。有人要吃白带鱼，当个真正的无，真正拢无啊。水无，恁家讲，这面水尔啊，水无好啊，水够好吃才厉害啊。哦，系啊，这种的哦，水够好吃啊。哦，我来讲，恁拢阿袂来看鱼，我就袂甲剩只尔。啊、哦！你等我情况吧，看我白带信用好无？我卖来开五百，开四百，一个人买就落啊三百块了。三百。有人要食白带鱼哦，三百块。我嘛无啊，嘛存钱了。没有咯。我白带你真着甜啊！我还讲我无啊，我再要送你啊，我再告你啊。我还讲吼，我搁招一个客钱好啊。这正常拢是安尼三百，我再告你无啊，三百块。两个。安尼无啊。老了哦，哦，我老，对，我说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要收两个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来，谢谢阿姐哈，来，你要到五百，我拢无七百，等一下七百哦，来，这七百哩，谢谢，妹妹，感谢，啊，给你要还我，你要算一下，真的有，你要还我，啊，你啊，更不要再跟我讲了哦，哎，有没白大象？啊，你七百，感觉。啊！你等我开开，等我加两袋，一人再送一袋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卖再存这一两袋啊！哈、哦，送伊就好了，送给你们就好了。谢谢你们支持，哈、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哎、欸，来阿婆，阿婆，我送一个物件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恁家一定会用到，你若不用到，手名也就无送啊。你们一定会用到的，啊、哦！家庭生活必需品，这那个北凉鸡哥，要送啊，手名也，我从这边开始送，举手就送了，也手就送了，弟弟叫我举手，我们就送你了，也手就送啊。举手我们就送了哈、哦，来举手就送给大家了，来，啊这吃袂要紧，不要不好意思，啊、哦，这恁厝里拢一定用得着，来送给大家用，来要用我手拿起来送给你们，来，吃不好你们吃不好，送给大家没关系，接好就好，啊这送人啊，我系你啊你也袂老，个人要送来无，这绝对用得到啊，个人要送来无，来，吃不好不接好，还有人要送吗？都有啊哈，都有了哈，好，来你也收起来。后来，后来你们想什么？虾球，虾球，无穷多地方，虾球。来，我集中啊！我现在这边到第二箱。一只虾球吼，预价虾球啊，伊这是一个信用最好的商品啊，你叫人家看，信用很好的产品啊。伊这规只虾仔来做的，整只的虾子啊，在这个卖价你个行的话，内底有一只虾仔无？半包鸡肉鱼啊，五凤梨虾球，一包鸡肉五百，唔免五百，我卖你一半，卖卖你鱼啊，对无？唔免，你要几包？你来讲，两百二了，好啊。鱼啊，鱼啊，一包，一包两包，两包四百四。两包哦。来，啊，这边两包。四百四，最后一包两，哎，最后两包。来，大家三个一包我了。各一包嘛，各一包，各一包了，各一包了哈，各一包了，三十。拢存一包了，各一包了，好啊。哎呀，这包人要吃了不？来，三十块找你。这包我还讲哦，这包找你拢免煮啊。一个四百四，一个两百二啊。啊，你这包叫冰烤地瓜，对不对啊？
唔免350-500，一包一公斤。你去西门去全家行看嘛，新价钱200，你买无一公斤，150了。来，150一个。美女的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个上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这恁家敢会用到？家里会不会用到这个？这啊，恁厝敢会用到这個？伊这叫蟹管肉，560嘛。伊这蟹管肉当个就是讲，咱若要炒菜、要煎蛋、要用啥物，你知无？用个炒碗蒸啊，要炊蛋拢足好用的。包括你炒一盘高丽菜嘛，一下淋一下巴落去足甜的。这外口真正炒一盘花枝啊，淋一碗虾啊，一盘炒鱼啊，好嘞。鱼啊，好加鱼啊，好侪。唔免500，唔免400。美女，美女，要不要再能帮你？然后随后随讲讲一下哦，随讲讲一下哦。有当时卖物件，唔是讲上重要的。我感觉是服务人客才是上重要的哦。虽然减一个人哦，服务拢不变啦吼，服务不变啦吼。来，今仔要食迄个蟹管肉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先给一个300咯。来，你去大卖场看这几个。我这嘛多。我这大个哦，上个了，大盒的哦，只要够你300咯，保证大个啊。只要够你啊，来300，只要够你哦，只要够你，管你几个。我一个啊。来300咯，来啦。我搁加一包送给大家啦，好不好？我搁加一个，招一个，搁加一个人过啊。我搁加一包给你啦，我搁加一包给你啊。你注意听啊，这盘当个领导，别个领导领导，你一定用得到的。你今仔我买300，我还讲我嘛无啊。我搁加一包给你，我加两包给你。大嘞，香的嘞哦，我这大嘞，你唔好用骗你，这有细盒的哦，包装同款咯，只个够你300咯。来，300一个啊。来，最后一个300，买无？这好吃啊！这大你敢用啥？你敢迄个炊蛋啊，拢真好吃啊，300嘞啊！还有人你要吗？300，300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吼！来，谢谢。啊，我收起来哦。无啥想要起后边，台下边边，无啥想要起后边。后边钱拢我愈来愈少啊！我即摆要来要介绍几项物件吼，我讲完听，连煮拢免煮啊，啊嘛无啊，剩只尔。来，箱子收起啊！这拢免煮啊，给人看。这上大只，我甲工厂叫上大只，冰卷特大，我们煮哦，一只味淋狗客来退冰，甲我切切嘞，五味椒、瓦萨米、白醋、青菜、料、蒜蓉、豆油拢好食，一只切了300块，海山达，下家甲你铺啥铺洋葱丝，一只300，两只600，唔免600，500拢全免，好不好？全部食，三个人加买尔，拢无啊，拢免煮个啦，上方便、上切、上甜的就这冰棍啊，新价钱哦，300了。300啊！那叫特大冰卷嘛，美女，没有了吧？这次再给你啊，最后一个沙发上面无啊？沙发。最后的300，谁要吃300块冰棍？这吃你俄罗斯的杂志，甜不甜要保证的哦。我讲工厂叫上大只人啊，沙发都两咩无？300再一个客人可以吗？300了，冰棍。700点一下啊！还有要冰卷吗？拢有哎，美女，你是住来遮尔？都来哦，算在地啦。美女，我来讲哦，你可以买300我做无？你再买300，我都要加一只啦吼，一只等于我买几千只。啊，如果卖低卖切，你客当用我啦吼。我说真心的，信用做好啦，信用做好来，基础条好不？那半斤半两买上来啊。那即话来讲哦，即马即个天哦，咱起来食啥物？你知无？食这啊？伊这即马寒，你知无？寒，咱来食这上好个这。啊，除非你无食牛啊，吼，啊你若食牛，你也袂动，用我小鸟这种食个啊，用热就可以了，吼，你甲煮个滚就好啊。你甲加只面了，变牛肉面，加只烩饭，吼，加只饭变烩饭，这半斤半两牛肉火锅，这一只350啊，两只700，唔免700，一下买200当个，你相信我，200了。200啊！来200块，有人要食半斤半两个200块，半斤半吧。那牛肉要好食，半斤半吧就上好食啊，200有人要来无？200。200。拢有啊吼，来啊，你甲收起来，这无用就那是，你要来无？好几个人去啦，帅哥又不会骗你啦。今天是人较少咧，还无这货让我抢个咧。会啊，无安尼啦。今天虽然人，今天虽然人少吼，啊你若唔捌买过，我来讲，我卖强迫推销啦。无三个啊。恁哦，恁那边唔捌买过，恁买110买啦，100就好啦。100啊。这长期你买啊一年的产品，你卖惊。来，头先一个100个。好啊，100，食看卖啊。有人要买100，食看卖无？试看看，真正好食，100尔，100而已，拢有啊，都有咧，系啊，以后就摕100对啊。该钱啊，整理一下，啊无我用啊，我用。伊个是早餐的哦。我见阿伯买啥物无？这支产品你若相信我，你甲买100当去食看卖这支啊。一礼拜我做6天啊，6天无一工无一个人就无甲我做一包，一包叫基础料。伊煎起煎起，大概就生了。伊是用鸡肉来做的哦，鸡肉来做。
爱来做个薯条的形状，后壁把你搞咩煮？你啊要气炸锅，你要油煎，要烤箱，要油炸，全部拢会使，后壁拢会来搞。啊，一包叫鸡薯条，那鸡伊用鸡鸡肉落去做，还是做到那薯条的形状？一包只大包卖300-500，你要几包？你家讲，我甲个试吃好无？一包落去。来吧，来吧，鸡薯条，一包上好食。一包后来要食鸡薯条无？100块，好吃啊！阿姐啊，你之前有没有买过这一包？弟弟，你敢有食到这包？这你煮好食吗？好不好吃？你敢问个囡仔？囡仔袂难骗啦，囡仔袂难，伊有落啊。到老板，你一包吃好卖无？一包。哎，那连小朋友拢讲好吃，一包就一定爱好吃。我讲了，都不一定会准。我讲给你无，囡仔买着，妈妈买给囡仔吃，囡仔讲好吃上准的啊。一包刚够，有要试吃无？拢有啊吼，好来，我来收起啊。你要一包啦？好钱啊！吃好卖啦，吃好卖。那连囡仔拢认同啊，对不？连小朋友拢讲好吃啊，对不？好，只要对到一个啊。对到一包啦，吃看看啦，吃看看啦，大哥。那连小朋友刚刚好吃的物件都没有，你闹亏啊！啊，是牛肉那铁路排骨好玩不？哎，你看有没吃牛肉？有没吃牛肉不？这种菜啊，这肉丝啊，这牛肉丝啊，大哥好久不见了。你这牛肉，这个黑胡椒牛肉啊，你这袂香吗？袂香吗？你看炒洋葱、炒蒜头、炒肠啊，爱食香炒一块朝天椒。一包六二啊，我两包带500，卖500卖400，先给一个3包，上面就3包。啊，3包你我4包你我5包，5包一包就65吧，买袂着啊！哦，这差袂停，你食好嘛？一包够你，这6包唔免500，3包有人要吃无？来3包，有人要吃沙茶，沙茶吼，沙茶这个黑胡椒啊，黑胡椒牛柳吧，300块了。3包。拢有啊吗？无人对牛吧有兴趣哦？来，啊，就有人要买3包饭，我等去炒好嘛。1包有一个。你这肉丝你会当炒面？